妈咪，啊，既然哦，伊人拢已经在病院啦，才阁有医生甲护士通甲照顾，无需要咱啊，咱会当来等啊，吼。妈咪，唔好安尼啦，爹伫受伤，无你老赖甲照顾者。哇，伊即摆是张淑英阿公仔呢，我讲过啊，只要伊甲张淑英做伙一天哦，我都无可能甲忍啊。对啊，阿姨，啊，阮哥已经甲张淑英讲哦，徐忠信红救出来啊。啊，张叔应该真紧就会到家，啊是咱先离开啦，较免甲伊起冲突。你唔免惊张叔英，好不？我会甲你保护啊。你话唔免讲啊，遮尔啊好听啦。卡叔，你也是有在要甲阮保护，阮母仔囝吼就袂向欺负甲遮忝着啦。燕婷，爹地知影吼，我家己已经做唔着代志啊。啊，不过我会当纠察，我一定会改。我一定好好对待你母仔囝啦，哈！唔免，只要你离阮较远的就好啊。阿哥啦，叫张淑英在小狗，莫无代无就来找阮啊。妈咪，今仔来走啦。杨妈，你啉茶先。好啊。心里很，我就知影，你也是感觉真不甘我。燕婷，恁爹伫受伤无方便做啥物代志，拢需要人照顾，无你老来。妈咪，你就是用遮尔啊冷心着，你袂记当初是爹爹是安怎推伊哦？伊有张顺喜个查某带入来咱家，甲咱家母囝安尼用个煞体，甚至逼你离婚。第二种人哦，根本无代理安尼做啦。我知影恁爹伊做真侪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甲伊做阿母过了十年啊，嘛是过快乐的日子啊。心莲，我知影我过去啊，你所作所为哦，真正就唔是人嘞。可我真正一定会改啦，你敢会当我一个弥补机会？你要安怎弥补？我为着这个家付出遐尼啊多，是你亲手毁掉的。我让辜负的感情，你阁会当安怎弥补？我知影，我真正就该死的。我好好了早的时阵，我就跟我讲哦，家己个真正要死啊！迄当阵我头壳内面想的，拢是你母仔囝的。迄当时啊，我真正就想要跟你母仔囝见一面的。我真正就后悔啊！兄弟，啊，过去的代志哦，我是无得阁反顾呀。不过我就做，我直接改。小妹，惊是你亲手拍破的伤痕，你永远拢会记。兄弟，我真正知影我家己做唔着代志啊。既然你知影你对不起妈咪，你当初是有啥要安尼做？我即摆敢想要拜托你，莫阁甲妈咪勾勾搭搭，会使无？妈咪顶半世人的日子已经给你毁掉啊，后半世人，我希望妈咪会当快快乐乐，莫阁安尼继续痛苦落去。我是无可能阁继续伤害你妈咪，你该相信我好不？经过这届的代志啊，我是得得过啊。我无法度相信你，我敢知影，只有妈咪离伊愈来愈远吼，伊才袂去受伤啦。燕婷，你到底爱我要安怎做？你才愿意相信我？哎呦，许忠信啊！啊！你嘛莫怪燕婷哦，唔相信你啦。啊，当初燕婷，我会讲对你遐尼啊好呢。啊，你是安怎对待阿姨的啊？阁害燕婷去用掠去乖呢？啊，若换作是你，你敢会原谅对方？蔡冠军，这是阮家的代志，我管你什么地带啊？冠军跟我做伙，我的代志就是伊的代志，有啥物袂当管？好啦，你好好休困啊，莫安尼激动。恁爹伫遐受伤，哪会想要甲伊切去啊？王心莲，你这袂见笑的狐狸精，你真正是一撮个机会就黏伫别人翁婿身躯边呢？你若真正这尔欠查甫人哦，去找家己翁婿啦！张淑仪，你莫两嘴讲，每只拢甲你同款，无查甫人就袂当活。那要问一下，你伫遮是从啥？是有人通知燕婷，
我们去救柯永信。我是看伊一个人伫个病院足可怜的，才来来甲照顾者。哼，你上好会这么好心，买心不心随在你啦。我告诉你，搞懂诶。张淑英，你搁想要安怎啦？我说是，紧去报警。我怀疑因甲绑匪是共党诶。我是感觉讲无啥可能啊。我叫你报警就报警，你是无听着是吗？啊，警察就伫外口啊。叫你爸啊！哎，张淑英，你即摆是咧起笑是无啊？我是倒位咧起笑，我是害你怀疑。啊，若无是安怎，啊有人找着你，无联络我这个正牌老婆，煞去联络伊呐？这分明就是有鬼啊！你叫是我伊妈妈联络我，卡输还是会使，我根本就无想要救啊！因为对伊这种人，就是爱收淡薄假事。谁知影恁敢真正是去把人救出来啊？啊，无得看恁，就是因为知影警察有插手啊，啊想讲吼，无法度为我家把钱骗走，所以才赶紧把人放出来。张淑英，你叫是大家拢甲你同款，甲我出傲步向，当初唔知是啥。为着要邱天成集团的经营权，绑骗我甲永辉哥，只要小我袂甲你算啦。你敢有见过？看起来是无嘛？那呢，就是黑白讲话，我是会当告你诽谤。哎、欸，其他是啥？你来遐多吼，我即摆怀疑迄个张淑英哦，伊摕到这天成城经营权了吼，无想要啊，把这二个分给我，所以要找人啊，要把他提死啊！张淑英，你到底有啥啊？你看你静静了，是我是接到消息，我是烦恼到完全无法度食饭，我一日四更找人装钱诶！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？我是安怎对待你啊？啊！我柯中信哦，从来拢唔捌得罪过人啦。啊，自从啊你做咧天成集团咧当主席了啊，我就向我掠走咧。你莫伫遐胡白讲，我看根本就是因为你真不坏，我控制你的钱，所以才自导自演这出戏。你就是想要为我争钱，把钱拢我赚对无？无喏，我感觉我爹你这摆怀疑吼真合理啊，因为你张淑英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。无恁即摆是咧联合家国欺负是嘛？好啊啦，柯中信。既然你某拢来啊，就无问代志啊。我来走，来。哎，心妹，你刚刚落来飞啊？心妹，高中生，还高中生死啦是吗？你上外面搞成安尼，怎么留落来？你先讲啥？像我一个公仔囝是真啊，你看啦，伊就是安尼啊。我若是甲伊做伙，我也会害死啊。恁两个卡认真嘞，先派人去警方调查啊。欧巴。